都咋叫了？那他有点外卖了没？喂，那个我点个炒饭，我待会儿喊个跑腿过来给我拿啊。好嘞，开张了。哎，你好，跑腿啊？对，那个你麻烦在这儿帮我去拿个炒饭，在那个奇迹饭店给我送到6:30小区101，收件人是朱先生。哎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这块没做好呢，没有防护走不了啊，不能出门怎么办？算了，找个人去送吧。哎，你好。喂，跑腿吗？啊，是的。啊，你帮我送一份饭啊，是从这个奇迹饭店送到这个6:30小区101，找这个朱先生，好吧？好的，行，哎，好的。我这口罩也没做好，什么防护措施也没有，不敢出门啊。我给你叫个跑腿吧。喂，是跑腿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跑腿。帮我送份炒饭，从奇迹酒店到6:30小区101给朱先生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哎，等等。哎呀，刚刚答应的太爽快了，我连防护措施都没有做好，不敢出门啊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找个跑腿。喂，跑腿吗？啊，对，我是跑腿，但是我现在在家。行，你是跑腿就行。这样，你帮我去奇迹饭店拿份饭，对，送到这个6:30小区101给朱先生啊。啊，行，那我给你送啊。还拿个单，还得出去一趟，点个炒饭怎么还没来？不，这急点了。喂，跑腿啊？哎，你好。几点了啊？我点了个炒饭，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？你快点啊！啊，这样那个什么，你这个饭店挺难找的，我刚找到，你稍等一下把账好不好？快点，好嘞，再见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不，你是怎么送的呀？怎么还没送到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跑错方向了，马上到，您稍等。赶紧的。喂，让你送的东西呢？啊，能不能快点？等着要，快点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马上马上，稍等啊。没事，东西还没有送到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是路上丢了还是上厕所掉里头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再不加紧的话，我投诉你，让你失业。这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送。快点，马上就送。这天到底这么急啊？怎么回事？这饭没法吃了，该退了吧。老板，喂，师傅，那个炒饭我不要了啊。啊，不要了。跑腿了，喂，那单不用送了，不要了，不用送了。哎，不是你们，哎，这怎么还不要了？说不要就不要。哎，跑腿啊，这个不要了哈，这单不要了，拜拜。喂，那个炒饭别送了啊，不要了啊，你不要了。喂，哎，炒饭不要了啊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怎么还是不用送了嘞？我还是点个炒饭吧。老魏，师傅，我那个炒饭我还要啊。啊？又要啊？我待会喊那个跑腿过来拿啊。